我们常会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踌躇徘徊，不断思忖究竟该选择哪一条路。其实，每条路上都会有荆棘与坎坷，也都会有阳光和坦途。只要无所畏惧地向前走，哪种选择都会让你离梦想越来越近。选择本没有优劣，脚踏实地的前进就是一种幸福。